相传在远古时期，山西的南部有一座灵气萦绕的神山。千百年来，有不少得道高人云游至此。据说，每一个到来的人，都会将他们心中代表中国最高智慧、最高艺术和技术成就的形象，镌刻在一个木盒之上。久而久之，木盒吸收八方灵气，有了自己的智慧和思想，并能穿越时空，通晓世间万象。几千年来，这个神奇的宝盒一直被藏在大山深处一户农家之中。岁月流逝，关于宝盒的秘密也几乎无人知晓。殊不知，这个神奇的宝盒一直在观察着人世间的变化。今天，他遇到了一对特殊的年轻人。把豆角割了。金子花，阿美拉。新郎新娘，龙门喜堂。这个男孩名叫周天宝，天宝，老天赐的宝贝。因为是家中独子，周天宝一直受尽宠爱。虽然是二十多岁的人了，但整天沉迷于游戏。哎，来来了，对，走。杨凌音和周天宝是青梅竹马的恋人。杨凌音知道周天宝虽然贪玩，但是天性善良正直，虽然时常拌嘴，但打心底她还是希望自己的男朋友能早一天成熟起来，变成男子汉。你天天就知道打游戏，人生就三万天，失去了就回不来了。好了，不生气了，下不为例。走。这是五爷的宝贝。什么宝贝啊？我也不知道。看起来像一个老木剑啊，还有个棍儿。年轻人，我等你们很久了。 你什么鬼？我可不是什么怪物，也不是什么神仙，我是许许多多遥远的智慧凝聚而成的虚无之神。我一直想把自己的所知传授世人，奈何一直被深藏高阁。今日相见也算有缘，我知道你们两人的小脑瓜里在想什么。这样吧，我们来玩一场时间的游戏，游戏结束，你们一定会得到你们想要的结果。你是谁？你是谁？你把林弄哪儿？告诉我！稍安勿躁，先管好你自己吧。我怎么了？
我这手都往眼前牵了。一寸光阴一寸金，你挥金如土，被剥夺了时间，苍老会很快来临。大爷，我还年轻，我不想死，救救我，求你救救我，救救我，救救我！香焚古观象台，找到他并了解他，我等你。人命关天，烧火取上仙。真的假的？真的真的，大姐。咱们香焚有一块宝地，咱们老祖宗4000多年前在那里建了一个观象台，确定了20个节气。大爷，您知道观象台怎么走吗？在这儿上去，观象台那儿，在这儿上去到那儿就过去了。从这儿上去，在那头是吧？啊，在那头了。这儿你们快走，那快走，在这儿上去啊。好嘞，谢谢大爷啊。你来了。4300年前，尧帝为了让人们知晓时令，不务农时，便命我根据日月星辰运行的规律制定历法。我在这里设立了13根半圆形排列的柱子，早晨站在圆心点的位置，观察从东边山上刚升起的太阳。如果阳光正好投在两个石柱之间，那就是一个固定的节气；投在最中间的，就是秋分和春分。这就是世界上最早的天文观象台。想不到吧？早在5000年前，我们就已经制定出了自己的历法。大爷，我的手好了。周天宝，了解山西之最，你的路还很长。下一关是关于画，在永乐宫，杨凌音也会在那儿等你。去吧，去吧。